今天这吊带裙呢，大家一定会很喜欢。然后它可以自己搭有袖的 T 恤，今天的那个小短 T 也可以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啊，你们可以自己缩放。这件呢，它呢完全就是收腰收得很小。好，先给大家看后面，它后面很可爱，它后面上也是松紧，下腰口也是松紧，然后整个肚围我稍微拉一下，大概是这样。我觉得它好像可以到，就是小 L， 小 L。那小矮楼穿可能就不会像妞儿那么松，就是可能会比较合一点点。然后它是一个软料牛仔，口袋坐在旁边，超级可爱的。再来呢，给大家看一下车线，它车线一样哦，就是像我们之前的外套，它是车咖啡色的线，所以非常的经典。那这件本身就有帮大家做这个腰线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胸以下都是腿。然后它有没有看到，它是柔软的，然后是软料牛仔，它是牛仔洗水布哦，所以穿起来有点笔挺的感觉。如果你喜欢比较休闲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就搭牛仔外套。这个粉呢、啊，我就不建议就是肤色比较深的人穿。我觉得肤色比较深的人这一件很好看，你可以选就是杏色，会比较亮一点点，这样一套搭起来超好看。这个颜色啊，就是你不觉得那个波点罩衫很好搭吗？它就是很协调。